大家好，我是一球，山里还是有25K 的促销卡包。先是变异者的全员挑选三选一又再次刷新了，要其实2周，要求和之前是一样的，可重复的不限制次数。还有更新的就是普金的3个全员升级，还有82家全员挑选。另外就是热刺和曼城大对决的2张卡，由于比赛延期了，也说这2张卡都会得到加2点的升级，不过说是要等到延期的比赛的日子定下来，但应该也会很快吧。季前赛杯赛任务又再次刷新了，感觉和之前几周都差不多的，最多也是27胜，会奖励一些卡包啥的。桑切斯这张前锋也正式出了，成本在12万，转会到了马赛，五花四腻，高地的心态，身体模型应该是他自己的。还有弗莱尔搓射外脚背射门的特技，速度97，控球98，射门也有98，还没有头球啊。Inception 说这张卡性价比还是非常不错的，但肯定不算是版本卡，发家也不缺少好前锋，大家根据各自喜好吧，想做的也是可以做的。还有一个 FIFA 23的传奇的消息，新加入了3张卡：巴西的雅伊尔金霍、德国的穆勒和西班牙的阿隆索。也有一些传奇暂时没出现在这个照片上，像卡西亚、马拉多纳、卡福、德科啊、巴乔啊等等。这个说明网页我放到视频连接了，有兴趣的可以再仔细看一看。再有就是英超8月份的月最佳投票已经开始了，应该会在9月中下旬出这个 SBC 吧，到时候提前预定的玩家肯定也是可以登录游戏的了。投票的连接我也放到视频简介了。好了，就是以上了，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